当中圈一圈，换一换，你从哪些句子当中感受到作者姚花的乐观？好的，在小组里面交流一下，前后三人小组，好，开始。是大事，你呢？在别拿压岁钱也是大事，是吧？好，那江敏婷刚刚提到的这句话当中，从大事当中可以看出，摇桂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对她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什么事情，是吧？好，所以她就老是干嘛？缠着，老是缠着母亲问，来怎么问？哟，这就是缠着问妈妈的话，是吧？好，我看你的动作还很怎么样呢？很不一样。假如我就是你妈，来到前面来看看怎么样缠着我们啊！来，掌声鼓励一下。好，摇桂花的季节快要到了。妈，怎么还不摇桂花吗？哟，不摇。还没到时间。啊！行，这还没到时间。摇桂花，好的，谢谢妈，一会儿就给你摇桂花去了。好的，那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看出，摇桂花对她来讲是一件大事，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一到摇桂花的季节的时候，就总是早早的缠着妈妈去干嘛？要去摇桂花。哎呀，还早呢，没开足，摇不下来的，是吧？好的，你还想讲什么？可是母亲一看天空一云密布，银角长毛，就赶紧吩咐人提前摇桂花。然后这下我可乐了，帮着在桂花树下。哎，停一下，母亲一看天空阴云密布，云角长毛，就赶紧吩咐人提前摇桂花。女儿那么缠着我来摇桂花，我一直都怎么样？不摇，不同意，因为觉得还没早，还没开足，摇不下来，这时候是摇不下来的。对，可是这时候为什么要提前了呢？嗯，你说，因为天空阴云密布，天空阴云密布又怎么了？说明要快要下雨了。哦，要下雨了又怎么了？下雨了就
第二奶奶都说了，如果下雨的时候，那湿漉漉的香味差多了。我可有第二奶奶，联系上面的第二奶奶有个交代，就是说被风雨吹打下来的桂花，湿漉漉的香味就差多了。哇，这儿有交代是不是？好，王尔文很会读书，他能够联系什么上下文。同时这个地方也告诉了我们什么呢？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也要交代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是吧？哦，我说原来是这样。啊，你想讲什么呢？他要提前摇桂花还有一种原因。什么原因？老师你之前说过了，齐军他家住在比较靠海，就那个时候容易刮台风。哦，所以怕台风一来乌云密布，然后台风一来也有可能会把桂花都给刮走了。哎呀，你看他都能够记着老师介绍的齐军家住哪个地方，他都能够联系到这儿来想。太棒了，李贤宗，你还想说什么呢？这下我可乐了，帮着在桂花树下铺竹席，帮着抱桂花树使劲摇。这个地方的帮着说明我非常喜欢摇桂花。哦，开始摇桂花了是吧？他怎么摇呢？同学们刚刚听到方一林说的这一段话，好，请你找出这一段话当中他摇桂花的一些动作的词，你把它画下来。把你刚刚说的话，桂花纷纷落下来，落得我们满头满身，我就喊啊，真像下雨，好香的雨呀。母亲洗净双手，搓一点桂花放在水晶盘中，父亲点上茴香檀香炉边飘出两种香混合在一起。以前这个都是摇桂花帮着母亲，帮着母亲在桂花树下铺竹席，帮着抱桂花树使劲的摇。哇，同学们看到这几个动作的词，一个是帮着呼，帮着抱，然后使劲的怎么样摇，就这几个动形象的写出了齐军他小时候摇桂花的那种乐趣动作和神态，是不是？好，那我在想，如果你是齐军的话，你会怎么样去摇桂花？或者说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去摇桂花呢？来，你说。爬上树，然后怎么办？去树枝上把桂花给摇下来。去树枝上把桂花给摇下来。好，爬树摇桂花。你呢？看我降龙十八掌断子绝脚。哇，你是用脚踹的方式是吧？好啊，你看男生就是野蛮一些啊。好，为了把这个桂花摇下来，他也是拼了，是不是？好的，你呢？我呢就会爬上树，然后把一朵一朵那个树枝给摘，那个撇断摘下来。啊，你不仅要摘花，你还把它的树枝给撇下来。好当权呀！那你还想不想再去收桂花了呀？因为桂花树它是每年都会长出新枝的。哦，那你把那个枝摘下来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有点残忍哦？这个枝输送的营养让桂花那么香，然后你把它给撇下来，你觉得是不是有点残忍？这我觉得，你们赞成不赞成这个？不赞成。为什么不赞成？啊，你说。如果大树，如果它也是有生命的，你把它，大树它的那个枝条就像它的手，然后呢，它每次滋养那个桂花都是为了给你们吃一些好吃的，为了让你们那种给你们散发出香味，然后呢，你还把它的枝条给砍下来，你说，所以不赞成是吧？如果是你上树的话，你会跟它不一样的做法是什么？我会轻轻的一朵一朵把桂花给摘下来，一朵一朵的插，
桂花，而不是把树枝一起给搞下来啊，这个是很不文明的现象，我要纠正你们，乐意接受吗？好的，啊，请坐。我会爬上树，然后坐在那个树枝上，然后抱着那一个树枝，然后使劲在那晃晃晃晃晃晃，哦，在爬到那个树上，抱着树枝在摇，然后让下面的其他的小伙伴在那儿干嘛？接着。哇，那真的就像是什么一样啊，下雨啊。好，那这时候在下面的就刚好是谁呢？齐军。当飘落的桂花落在齐军的头上、脖子上或者是身上，满身都是桂花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嗯，这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亚青？你的身上会很痒，会痒痒的。对，因为那个桂花很小，它落在身上的时候就感觉像小虫子一样。哦，钻到你的什么？钻到你的衣领子里面去了，啊，是吧？好的，你说。就像洗了个桂花浴一样，特别香，是吗？哇，洗了个桂花浴一样的，特别的香，觉得全身每一个地方都是香的，是吧？你说。我会感觉特别幸福。为什么？因为就是说。在比如在城市里面都只能每天都非常努力的学习，就不能出去玩，但是呢到了那里去摇花摇桂花，那些桂花洒到身上就感觉就是很香，感觉自己突然烦恼都没了，然后就是把自己的所有的一些顾虑都抛走了，所以觉得好幸福哦。你好期待家乡就农村的那种生活环境，是吧？能给人带来幸福感，确实城市的生活和农村的生活是有区别的，好，都各不相同，对吧？好，你说。我觉得很快乐。为什么呢？因为我第一次摇桂花，头上、脖子上、身上全部都是桂花，因为桂花很香，落在身上就像喷了香水一样。哇，喷了桂花香的香水的，是的。你呢？桂花落在我头上，我就感觉就像桂花在给我洗澡。哦，桂花给你洗澡也是跟成果儿一样的。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这样的一句话，你能不能连起来说一说？桂花飘落下来了，来说一说在你身上的头发上的感觉怎么样？来，你说。
我想这份香甜在课文当中是多数怎么样啊？写到，让我们来默读课文，来感受桂花的香味，在全文当中去找文章当中最能让你感受到桂花香的字词或者是句子。把你找到的香的句子再在小组里面去交流一下，看你别人的天天的小北方天天不能梦茶我不能不了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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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的字词和句子哪些？嗯，张小彤。桂花开到最茂盛时，不说香飘十里，至少前后左右十几家邻居，没有不住在桂花香里的。好的。境界里面，感觉这桂花的香气非常浓郁，前后左右十几家邻居都能浸在花香里。从一个字就能感受到桂花的香，就这一个。静是吧，就感觉所有的前后左右十几家邻居都浸在这样的一个桂花香里面，是这样的吧？好的，还扣住一个字就能感受到这个花香不一般，应该是浓香，是不是？好，你再说。全年整个村庄都沉浸在桂花香中。还有一句，全年整个村庄都沉浸在桂花香中。你再读给我们听一听，感觉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你再给我们读一读这句话。全年整个村庄都沉浸在桂花香中。哇，全年，全年代表的是一年一整年，每一天都沉浸在，每一天读后面的。整个村庄都沉浸在桂花香中。每个月，整个村庄都沉浸在桂花香中。每个季节，半年，整一年，每一年当中的美食，每刻，整个村庄都沉浸在桂花香中。又一个沉浸，是吧？这是不一般的香味。好，你真的很会找，请坐。好，还有哪里？以后我从外地回家时，总要捧一大袋桂花给母亲。可是母亲常常说，外地的桂花再香，还是比不得家乡旧宅院子里的金桂。这句话也能够感觉到香。因为从母亲的话里面说，外地的桂花再香，那时迄今他觉得外地的桂花已经很香了，所以呢，总是呢都要献给母亲。可是母亲总是觉得，旧宅院子里面的金桂还是最香的，还是觉得自己家乡的旧宅
旧宅，也就说明母亲可能现在在不在那儿住了？不在。不在，是吧？但是在母亲的心里面，这个旧宅院子里的那个桂花香是最香的，是这个意思，是吧？所以虽然没有感觉到这个香味儿，但是通过对比，就更加能够表现出，哎，家乡的那个桂花很香，对，是吧？不知道。时间，我们在这里还要补充一点啊，我说什么呢？就是全年桂花都是香味儿，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并不是讲桂花就真的一年到头都是怎么样的，开着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它。来，我请王淑环给大家读一读这段话。桂花摇落以后，全家动员，剪去小枝小叶，铺开在竹席上，晒上好几天太阳。桂花晒干了，收在铁罐子里，或在茶叶中泡茶，做桂花卤，过年时做糕饼。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全年都是香的吗？因为每天呢都在用桂花，然后做一些糕饼什么的，然后呢就每天都有桂花香。嗯，可能是树上的，树的铁罐，也可能是铁罐子里的香。还有呢？我觉得他们桂花已经摇落了以后，他们都把它桂花都给卷起来带到家里，然后铺在竹席上晒上太阳，这样也是香味儿的，是吧？还有呢？就他们把这个香味放在铁罐子里储存起来了，把香味储存起来了，所以一年四季都是有香的。来，我们看一看，储存起来的，还有把它做成什么食物的，有桂花茶，有桂花酒冻，还有桂花沙冰、桂花糕。难怪说全年都沉浸在什么桂花香里面了。好，那父亲的这句话也印证了桂花的香。来读一读，是细细香风淡淡烟，尽收桂子信丰年。这个绝句后面还有两句是儿童解得摇花乐，花雨缤纷入梦甜。这样的一首绝句告诉了我们齐军多么的爱自己家乡的桂花。那嘉文倩提到的这个，我想有个问题，就是家乡的桂花真的比其他地方的外地的桂花香吗？你来说。我觉得不一定。为什么？因为它那个树都已经有好几十，都已经有好久的历史了，然后说外地的花的话可能说品种比它更高一点，所以说开的花也可能比它那个更好一点。哦，那你的说法是不一定比它香，不一定比家乡的那个，家乡的不一定比外面的香，是不是？那也就是说齐军的母亲说的话不对，有反驳的吗？你说。我觉得齐云母亲说的应该对的，因为在齐云母亲的回忆中，家乡的金桂是特别特别香的，她觉得在回忆中觉得这个金桂是最香的，就没有就觉得外地的金桂不香了。嗯，她反驳你，家乡的就是比外地的香。还有没有不同意见吗？你说。就是他的那个桂花，旧宅院子里的桂花，以及齐军摇花的那段童年是他忘不掉的。这段就童年就感觉，就齐军觉得这个桂花，就他母亲觉得这个桂花特别香。对齐军来讲，那个摇花的那也是忘不掉的。而齐军母亲说的那个话，对齐军母亲来说，家乡的那个金桂也是他忘不掉的。那忘不掉的到底是什么呢？是桂花香吗？是桂花。姚心妍。就是我觉得其实那个外地的桂花是比家乡的桂花香的，但是呢这个家乡的桂花其实是一份非常美好的回忆，所以就感觉就比如你每个人都有爸爸或者母亲，但是呢每个母亲或者爸爸他们都会有自己对自己儿女的爱，所以
就算别人可能在别人眼里那种母爱或者父爱不是一样的，但是其实在自己的心里还是非常重要的。这份回忆是什么样的回忆？是他童年的回忆。这份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文章当中的这份对家乡金贵的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你说，思念。对谁的思念？家乡。对家乡的思念。所以在这篇文章当中我们还能够感受到的就是齐军对家乡的什么思念，叫思乡之情。这份感情一直都洒落在他的什么心间，还有的是童年的这一份什么回忆。好，我们来补充一下啊。如果对于母亲来说啊，我回家跟母亲说麦地的水真甜啊，母亲可能会说什么？来，你说。外地的水再甜，还是比不得家乡的水甜。是呀，那我如果说麦地的橘子真红啊，殷世恒，母亲可能会说什么？外地的橘子再红，还是比不得咱家乡旧宅院子里的橘子红。对呀。还有呢，如果我说外地的人真亲啊，母亲又会说什么呢？张恒超，外地的人再亲也没有自己的家人亲。是呀，如果多年以后我到了国外，然后回来的时候跟母亲说外国的生活真好啊，母亲也会说什么呢？赵成磊，外地的生活再好还比不得家乡你的生活好，也比不得家乡的生活好啊。是呀，所以母亲说，一起读，外地的桂花再香还是比不上家乡旧宅院子里的金贵。透过这段文字你明白作者想说的话了吗？明白了。你说，外地的桂花就算再香，它是还是家乡的院子里面的金桂最香。他想要说的是什么呢？你说，他想要是表达自己对自己以前的家旧宅院子里的思念。对旧宅院子的思念。你说，他想表达他对家乡的思念，对童年的回忆。对家乡的思念，对童年那一段生活的回忆。还有桂花的香背面就是写的作者很思念家乡。他这个文字的深层次的含义就告诉我们他是多么的思念家乡，是吧？其实并不是讲他有多香。好的，同学们真的很会读课文。来，我们来看一看齐军漂泊的一生，可能你会理解得更加的深刻。齐军原名潘西珍，散文家、小说家，一生漂泊。1917年生于浙江温州，12岁跟随父亲来到杭州，33岁迁至台湾，85岁回到故乡温州，88岁回到台湾居住，90岁病逝在北京。他的家乡在哪？浙江温州。离开家乡的几十年里，他每时每刻都在思念着自己的家乡。在他的记忆当中，童年的回忆永远也抹不掉，那是最快乐。他在《烟愁》这样的一个文章里面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就是每当我写到我的父母、家人或师友，我都禁不住热泪盈眶，我忘不了他们对我的关爱，我也珍惜自己对他们的一份情，像花草树木似的，谁能没有根呢？我常常想，我若能忘掉亲人师友，忘掉童年，忘掉故乡，我若能不再哭，我宁愿割下笔，
此生永无再写。然而，这怎么可能呢？你觉得可能吗？不可能。是的，所以在他的心目当中，花是故乡。你觉得花是故乡的怎么样？香。月是故乡的圆明，山是故乡的清，水是故乡的绿，人是故乡青，情是故乡浓啊。这些字你们也可以换其他的，比如说山是故乡的什么高，高是吧？好的，那这里面所代表的就是那份浓浓的思乡之情。所以他会在文章的最后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就是每到这时，我就会想起童年时代的摇花乐和那阵阵的桂花雨。桂花本来是寻常的植物，是不是？是。但是在齐君的眼里，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份童年的回忆，是一份思乡的情感。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对于日常生活的一些物品，你看到它以后，你也会触及起你的一些情感。那我们来模仿着写一写，每当你看到什么，你就会想起什么和那什么。有没有熟悉的事物，能够触及你的一些情感的一些事物？有吗？好，你说。每当看到妈妈的白发，我就会想起妈妈小时候对我的关爱和那。妈妈在我小时候对我的关爱，或者说妈妈对我的关爱和那日夜操劳的身影，是吧？好，请坐。你呢？每当看到我小时候的奶嘴，我就会想起我和妈妈呢，我小时候童年的快乐。哦，每当看到那个奶嘴，就想到你童年的快乐和那妈妈为了你给你夜里面起来给你喂奶的那个情景，是吧？每当看到那张纸，我就会想起我和我朋友的友情和那。和那快乐的那一段快乐的难忘的往事，是吧？好，请坐。好的，那看来同学们也有很多让你们难忘的。我们来看一看，这儿就有。每当看到这精致的小木船，我就会想起我和英子度过的快乐时光和他那高尚无私的品格。每当看到手上的这道疤痕，就会想起出车祸那天的惨状和那些在危难中给予我帮助的好心人。好，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以齐君奶奶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每当看到什么就会想起什么和那什么，你开头说一说你童年难忘的事或人，并试着去写一写，这个作为课下作业。好，那我们最后以一首诗结束今天的这节课。来，桂花雨，李琦。桂花雨，花开桂子香十里，枝摇花落乐心头，魂牵梦锁桂花雨，恍如重返故里游。好，感谢齐君，感谢这篇文章，感谢这场桂花雨，帮我们带入到齐君的童年，也让我们想起了很多自己童年的一些往事。推荐同学们阅读描写童年生活的几本书，一个是萧红的《我和祖父的园子》，是一篇文章；鲁迅的《朝花夕拾》，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高尔基的《童年》。好，这节课就上到这儿，下课。起，同学们再见。好。